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秉持构建百年山推的理念，敢于争先，锐意进取，现已荣列全球建设机械制造商50强，成为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的引领者。汇集50多年成熟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装载机，就是山推众多产品系列中的卓越代表。山推系列装载机采用全球最大的重型发动机制造企业山东重工集团潍柴低速发动机，配置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山推最新一代变速箱和变矩器，选用日本小松公司全球供应商唯一免检产品的山推结构件。产品包括 SL20W、 SL30W、 SL50W、 SL60W 和 SL80W 5大系列10多个型号，并可延伸出数百种不同配置的机型。 SL20W 是山推装载机的小马力机型，在国内小机型中属较高配置，采用工程机械专用轮胎及驱动桥，牵引力大，适合多种小型作业。SL30W 是山推装载机产品中生产历史最长的产品，可选用3种不同型号发动机和2种不同液压操纵配置，前后车架采用自有技术的双定位铰接，整机转弯半径小，适用于市政施工和新农村建设等小型土石方作业。SL50W、 SL50WA 中大功率型装载机，业内率先使用潍柴低转速大扭矩发动机，节油达10%，故障率降低30%，转向系统微动性好，配置大缸径的举升缸及翻斗缸，具有超强的崛起力。SL50W 型装载机长轴距设计，前后车架大跨距铰接，采用新型的圆锥滚子轴承，运动平稳，卸载高度可达3178毫米，满足重载作业工况要求，适用于道路施工等大型土石方工程。SL50WA 型装载机前后车架采用自有技术的双定位铰接，中轴距设计，卸载高度达3417毫米，为国内同类产品最高，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适用于煤厂、砂石料厂等狭小作业场所施工需求。SL60W、 SL60W-2 大功率装载机，动力强劲，环保节能，扭矩储备大，优越的传动系统，变速范围广，低速切入力量大，行车速度快，车架铰接采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定位，承载能力强，转向系统操作轻便，转向平稳。SL60W 型装载机长轴距设计，中位铰接，自重19吨，安装矿山专用胎，适用于矿山等恶劣环境重载作业和大型土石方施工。 SL60W-2 型装载机超长轴距设计，自重21吨，
重载作业更稳重，安装矿山专用台或真空台，更适宜重载、远距离等恶劣工况施工。领先科技之选，最优性能组合。山推系列装载机采用副车架绕销轴上下摆动12度设计，更适宜崎岖路面行驶。多种配套工作装置，实现一机多用。铲斗举升限位的电子装置，集中润滑、电子称重、防落物、防倾翻驾驶室可供选择。结构件均采用优质合金钢板，先进设备精细加工，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整机实验厂，确保了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借助强大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制造经验，山推装载机产销量逐年大幅提升。云集业界精英，各环节统一的设计研发团队，使山推装载机在匹配性上达到最优。山东重工集团的协同效应及配套体系零流通环节，将成本优化至最低，造就了山推装载机超高的性价比。遍布国内的200多家营销服务商，覆盖全球的70多家代理商，让客户买得方便，用得放心，真正体会到山推服务时时处处。山推的售后服务呢，无论是从哪方面，技术水平还有包括咱的服务及时性，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让人很放心。山推装载机质量非常好，没啥毛病，操作比较方便，性能也比较可靠，我非常信赖它。凭借先天的创新基因和不断超越的价值追求，山推装载机必将以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不断攀升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新高度。